新大地，它呈现出最精彩的片段给各位看。那么在5月9号的晚上7:30到9:00，在志明国中的大礼堂里面有全部的演出，欢迎各位到时候呢到那边观赏，那需要锁票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五蕴大地最精彩的片段呢就开始，请各位热烈掌声。
中。Thank you.
灯笼，一盏盏红彤彤，好像夏夜的萤火虫。元宵节，元宵节，正月十五是上元，整个店人都庙前，凑个热闹。这边猜灯谜，那边把戏演，排排花灯挂庙檐。谢谢小朋友们的舞蹈。